险嘞。是哦，不帮我去拿你好。哇，好帅啊！真的很帅耶！我留意他很久了啊。我也留意他很久了。我好想骑他。呀，你变态！你为什么要骑人家？我在说这辆摩托，你在想什么？我以为你讲吴亦凡。这个车很有型哎！是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摩托只需要用一个 button 就可以开了，而且还是不需要打油，是用电哦。用电？那没有电了要怎么办哦？充电啊，笨蛋！好，据我所知，它是从零到满的话，它只需要充6个小时就可以充满了，而且还可以行驶70个 km。哇，那么厉害呀！那就是讲有插头的地方就可以充电啦。对呀，还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环保，零排碳，零空气污染，还有低噪音，是不是很棒呢？是啦，厉害啦！你们可以试驾体验看看哦。那我们没有驾照可以驾吗？当然，只要是16岁以上就可以驾驶，不需要驾照哦，因为它有速度限制，不会超速，非常安全的。那我要试驾。啊，我不敢哎。没关系，我叫吴亦凡载你。哇，真的吗？好啊，我要。还是你载我好了啦。